一场毫无预警的大火18号中午袭击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，火势在事发几个小时扑灭，但事故再添亡魂，至今死者人数已经增加到29人，其中26人是医院病患。事隔一天之后，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星期三举办汇报会，根据汇报，死者当中还包括一名护工、一名护士、一名病患亲属。根据北京市消防总队的汇报，经过初步调查，是医院里头的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产生火花，引燃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，才触发这次的火灾。北京市公安随后拘捕12人调查案件，其中包括北京长丰医院院长和副院长，指他们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。另外，早前有多名病患家属声称他们从警情通报中获知火灾的消息，才陆续赶赴现场，有的甚至是看到新闻才得知情况，而工作人员只是要求家属登记，留下患者姓名、家人电话，随后就让他们回去等消息。